怎么样？会长果然猜中了。郑会长提出让少爷跟慧珠小姐见一面，根据见面的情况再说以后的事儿。他也不是没见过知君，这么做无非是想留一手。少爷去中国留学，再也没有见过慧珠小姐。再说慧珠小姐也在国外留学，他们差不多10年没见面了，两个人见面也是人之常情。 你怎么跟郑会长说的？啊，按您之前的吩咐，说少爷一直在国外留学，还要再等一等。见面的事儿可以拖一拖，可公司重组的事情，再也没有时间拖了。但愿老天爷保佑，让知君这次好起来。清华集团的生死存亡，全靠他了。 我昨天在你睡着后，在家里转了转，怎么样？这里很大吧？是，很大，一间套一间，我都转晕了。我无意中听到了你父亲和金律师的谈话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要你和一个什么慧珠的姑娘见面。慧珠。 是郑慧珠吧？你认识她？哈，认识。慧珠的父亲是雅安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们两个是一个小学的。后来，好像他跟他母亲去了国外，就再也没见过。父亲为什么要我跟他见面呢？我听他们的意思，好像是想撮合你们俩。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他还说，庆华集团的生死存亡以后就要靠你了。 反正不管这些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身体养好。对，你说的对，现在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嗯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，秋妍。 胡总，这于晴一旦强行解除了合同，你们公司就会得到一大笔赔偿款。你们真是坐地发大财呀！怎么会坐地发大财呢？工程干了一半，现在被终止了，合同上签的预付款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那能算什么钱啊？就算算得宽裕点好了，占了赔偿款的50%，那你们还净捞50%呢。 50%是多少钱？你算过吗？这是于晴自己愿意掏的。是。于晴真是疯了，有钱啊！你觉得于晴有那么傻吗？以我对于晴的了解，她还真干得出这么疯狂的事情来。不过。 别的我不管，到时候我只要拿到我的10%就行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没有干活，现在赔偿款还没拿到手呢，你这倒出现幺蛾子了。万一要是被于晴……哎，你们中标是合理合法的，你怕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是担心啊，这中间有些环节被于晴给利用。还能有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 但是我怕出现问题。你只要管住你自己，别让于晴在这个时候找到你的把柄，那到时候你就坐着数钱吧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即便这样，你的10%也拿不到。我要是拿不到这笔钱，那到时候我会让你们公司一分也捞不着的。 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？喝咖啡。这是你们家的 logo 吧？这 logo 是我们家的，这产品肯定不是我们家的。你确定不是你们家的产品吗？确定。厂家开的证明材料，这是质监局的监测报告，还有公证处的公证书。有了这些材料，我们就可以让律师起诉海翔公司了。嗯，干得不错。 志强，哎，裴万哥，我又回来了，不是让你盯着常小霞，你到这儿来了？你买的什么呀？饿死我了！我看看，走，进屋。什么时候到的你？少女跟你说，嗯。 不够还有啊，够了，不吃了。哥，说正事啊，我真不是在浦江待不住了，我这次是有重要发现要跟你说。你有什么事儿打一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非得来一趟？可我觉得这个发现特别值得我专门来一趟。常小霞。 离开浦江了，是吗？去哪儿了？这是我昨天的发现。什么时候来的？3天前。这常小霞啊，就是坐这辆车离开浦江的。不过那天有点晚了，我也慌慌张张的，没拍清楚。够清楚的。 你能看清车里的人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但我认识这辆车。